比较熟悉的是他的哥哥啊，在职棒圈，去年岳振华在这个彰化的大理高中的林胜龙，也之后现在第七棒杨翔陈翔恩，这球打得比较高啊，见高不见远，应该。哇，糟糕！再来看一次二垒手这个处理，先传二垒、哦，但是这个高中进入英歌工商就读、哦，除了坚持期，所以这场比赛就还有机会。这个情况啊，最需要的是哇、哦，这球来看一下，投手接到。